严选，严选，咱六海，咱六海给我出来，六海来选，然后走在惩罚。走过路的朋友冒出来，下两把就可以抽黑板。你看你抓到他，意味着就是你个人走掉。对。
该方便了，这么快？对，应该快了，我都应该快了。我们等一下，如果小夜店公布说我们停了，然后你们知道了。耶、yeah！ 在后面看你录了，我们手机那个。你们在直播吗？刚才在录直播，要录前半段那十分钟，那个嘛，对，就是那个。对，变成那边买，对，先对话，互相对话。那你们几个为什么都不对话？他比较害羞。那他没有对话，还在等待。哦，就是比较专业，知道他没问题。他没有，对，就可能结果。没错。那你要今天我们过年是要什么？我记得好像到十月底。十月底吗？对，十月三号。好，那我记错。周过年庆到几号？十月三号。周年庆到几号？十一月三号，周年庆到几号？十一月三号，全国几折起？六折。哦，有在听，有在听，这很好，是不是？所以告诉你，就是有上课就是不一样。后面的朋友，虽然看到的是我们连长电竞馆哈，帮我扫一下你们前面的 QR， 然后如果在后面帮我留留赞哦，留完留赞以后，你就有机会可以参加我们的比赛。啊，大家记得拿摸彩券，任何人然后搞错摸彩券。他很厉害，他很厉害，他就是你们三，他是什么？
就是他死了很次啊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刀剑拔的，但是我忘记他是什么。他要练风雨啊，哎，他不错，你输了还敢讲自己的名字、形象，你在吗？那你可不可以一下？我不会玩，我都觉得你到底，你现在有点生气耶，手速要快啊，各位。哎，玩的，哎，他玩的怎么样？他玩的怎么样？后面的朋友想要抽奖的朋友，请帮我往前进啊。他大概是五波，对，他现在五波，就是他杀跟死，36吗？对，三十六是什么？他还蛮厉害的，老打他也是玩的五，对对对，他吗？对啊，他就老就是比较有经验的嘛。他们家是开香槟师，哦，还不错，很猛，我现在还可以接他。差不多，他快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。
好像很多人真的都一直在玩这个游戏，然后玩到很厉害。对啊，就是玩到很厉害。那不然你干嘛？你是没电了？现场的朋友，不是我那个已经满了，没有那个，那个直播的。对，然后来找我们后半小时才来，所以前半段我就不晓得了。前半段我有录啊。后面，来，黑口罩男，黑口罩男 ，Come here， 你要跟我刚刚，你要跟大家说。
分享。你要今天请来了两位，快点问这个问题。请问这里是哪里？联想。你们大家有没有礼貌啊？大家有耳朵都要回答人家的问题，这是出生以来最基本的道理。人家问你们话，你们就要回答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问他们。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哪里？联想。过年几等几号？11月3号。回归几得几？6折。住的是金沙。吃胖子是小月。我来看一下，很奇巧。
还有秀出你们的礼物吗？要拿到礼物要很喜悦的感觉，不想要不要送给我。来，我们一起看着前面。三。好，谢谢今天玩游戏的朋友，再给我们一个掌声好吗？太
来看这边，来谢谢。